11月7号，星期天，一年一度的纽约国际马拉松比赛如期进行。在40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中，34岁的艾迪森·佩纳无疑是个菜鸟。他从没跑过马拉松，刚到半程就因为膝盖受伤，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冰敷。不过他依然得到了最热烈的欢呼。就在参加这次马拉松的20多天前，佩纳还在智利一处矿井700米的地下，每天坚持兜圈跑上10公里，整整跑了60多天。在60多天与世隔绝的幽暗中，佩纳不停地奔跑，是为了提醒自己，我还活着。而今他终于重新回到了地面，奔跑在阳光底下的人流中，这对于佩纳已经是一个奇迹。当然，创造这个奇迹的还有和他一起扛过生命中最漫长69天的32位同伴。69天，33个生命，700米深的地下，从命悬一线到最终获救，从无尽的黑暗到重见天日，从与世隔绝到亲人的怀抱。如果要评选2010年度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奇迹的话，我想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给今年8月到10月那个发生在智利圣何塞铜矿矿井下的故事投上一票。通过电视直播，全世界的人们都共同见证了在科比亚波火山岩层700米深处的69个日日夜夜。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深的地下存活如此之久，并在经历了一次次营救挫败之后，最终全部活着回来。2010年8月5号。这天，31岁的圣何塞铜矿矿工阿列克斯没有按时回家。他的父亲70岁的退休矿工何塞维加找到矿上，才得知矿井发生了坍塌事故。阿列克斯和其他32名工友当时正在井下，生死不明。对这片自己曾经工作过的矿区，何塞了如指掌。他立刻找来几个人，组成了第一支救援队，驾车向矿坑驶去。但突然间，他的路被大量坍塌的石块挡住了，墙全裂了，顶也塌了，到处都在落石头，非常可怕。圣何塞铜矿由众多连在一起的矿洞组成，深入地下近900米。即使已经没有了路，何塞还是决定从连接矿洞的通风井继续向下。我不记得爬了多长时间，终于找到一个地方，没有碎石，墙壁看起来也还靠得住。与此同时，政府的救援队也赶到了。就在他们和何塞的队伍汇合，准备再向下时，突然整个矿洞摇晃起来，第二次坍塌发生了，通风井完全被毁。儿子和工友们依然没有消息，但何塞只得离开矿洞。圣何塞铜矿位于智利北部阿塔卡马沙漠，矿难发生后，这片往日荒凉僻静的不毛之地突然人声鼎沸起来。8月6号，就在何塞无功而返的第二天，智利矿业部长劳伦斯·格尔本带着从各地征调的9部钻探机到达了现场。接下来的一天，智利总统皮涅拉紧急终止了对哥伦比亚的访问，也来到了圣何塞铜矿。钻探机开始运作，他们将从9个不同的地方向下钻洞，寻找失踪矿工的下落。赶到救援现场的还有越来越多的失踪矿工家属，他们自带帐篷，24小时等待着亲人的消息。救援现场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营地，
矿工们的照片和智利的国旗在亲人们的祈祷声中被树立起来，人们给自己等待的这片地方起了个名字，希望营地。不远处九部钻机开足马力，经历了多次失败后，地下700米的一个临时避难所是人们最后的希望。那里按规定存储着可以满足矿工生存3天的食物，但钻头必须穿过坚硬的岩层，估计需要1周的时间。离事故发生已经2周半，只有一个钻头成功穿过了岩层，但不幸方向上的误差让它从避难所外穿过，差了不到30米。希望营地里每个人都不得不在心中做着最坏的打算。智利总统皮涅拉后来透露，在矿难发生之后不久，有人曾经向他建议要与营救行动保持距离，理由是成功救人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并没有采纳这种建议，而是频频地来到营救现场视察，并向全国人民承诺他绝不放弃。当然除了皮涅拉，整个救援队地下的33名矿工，地上的风餐露宿的家属朋友们也都在坚持着，这些智利人的坚持最终为自己迎来了转机，全世界于是看见了奇迹开始的那一天。天还没亮，希望营地里的家属们发现所有的钻机都停了，这是一个极好的兆头。不久消息传来，另一个钻头成功打通了避难所，一位救援队员偶然听到了金属撞击的声音。在接下来的6个小时里，救援队员们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拿出钻头。终于在钻头顶端，他们发现了那张著名的字条。而几个小时后，闻讯赶来的智利总统皮涅拉正式在媒体前展示了这张纸条，宣布了矿工们幸存的消息。兴奋迅速传播到全球，自此智利矿工营救行动成为了世界瞩目的事件。好消息源源不断，不久一条电话线和一部摄像机被成功送入井下，在地下700米的黑暗中出现了第一张模糊的面孔。 Hello?Sí, lo escucho. Está hablando el jefe de Luis Ursúa. Luis Ursúa, acá habla el ministro de Minería, Lawrence Goldborn. Estamos bien, con los ánimos esperando que nos rescaten. Estamos ya iniciando los procesos de hacer túneles, chimeneas. ¡Sí, lo escucho! ¡Sí, lo escucho! ¡Sí, lo不久，同样的声音讲述了之前17天里他们的生活。路易斯·乌尔苏亚原本就是工头，被困后，矿工们一致推举他领导大家。坍塌发生后，乌尔苏亚最先派出了经验丰富的老矿工找路。不久，他们发现了避难所，更发现与之相连的一段近800米的坑道未被掩埋。我们原本希望穿过这里和地面联系上，于是在这儿我们烧了很多油管和轮胎，希望黑烟能传上去。那真是一段绝望的时光。和地面联系的尝试落空后，乌尔苏亚立刻制定了严格的饮食计划，每2天每个矿工只能分到1口牛奶和1勺鱼罐头，
正因为如此，避难所里原本只够三天的食物，让矿工们撑了17天之久。关于到底如何自救，我们曾经分裂成三派，好几次还动起手来。33位矿工在被救援之后，英国卫报对他们进行了一次专访，专访当中一位矿工说出了我以上的那些话，这让人们看到了在最初的17天里这些矿工们生活的另外一部分。还有一位矿工是这样说的，避难所里绝望的气氛越来越强，然后突然间有人提出新的自救办法，马上就会引发无休止的争吵，更多的时候是沉默，我很害怕，因为我心里不止一次闪过人吃人的想法，而且我知道别人心里也在这么想。在这种绝望分歧当中，却没有一位矿工违反每两天一口水一勺罐头的饮食规划，这是多么复杂的一幅场景。人性最原始的自私和后天习得的理智，在不见天日弹尽粮绝700米深的地下共存着斗争着，好在最终他们全都熬了过来。欢呼声响彻整个希望营地，智利政府的大型钻探机械赶到了，综合各种情况，救援队决定首先钻出一个直径为40公分的通道，再扩充到70公分，以足够矿工逃出，这便是后来所称的 A 计划。而在焦虑的地面和高温湿热局促的700米地下，友谊中往来从此再未停息，一刻不停的救援人员往细细的金属传送管里塞进水、食物、药品，给矿工们送去生命延续的依靠。等到管子重回地面，里面装载的就变成了寄托。莱拉·拉米雷斯把丈夫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亲爱的莱拉，我很好，感谢上天。63岁的马里奥·格买斯是被困矿工中年纪最大的。其实事故发生的当天，丈夫出门前，莱拉曾经想让马里奥待在家里，填写申请退休的文件，被已经干了50年的老矿工哼哼哈哈地搪塞了过去。这让莱拉揪住的心中多了一份自责。莱拉，我一生的爱，我想过了，我答应你，等我上来就退休，我们两个平平安安度完余生。8月最后一天的夜晚 ，A 计划的钻探正式开始。但坏消息是，可能需要3个月的时间，救援通道才能打通。在信里，我直呼他的名字，还邀他出来后一起去小酒馆喝一杯，想逗他开心。在回信里，爸爸异乎寻常地说，没问题。小奥马尔·雷加达斯是一名智利记者，从8月底开始，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系列日记，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自己那位生活中倔强、固执甚至不太笑的爸爸老奥马尔·雷加达斯和其他32名工友们在地下700米的生活。爸爸说，他当上了小组长，矿工们自发地分成了3组，休息、自由活动、清理碎石，3班倒交替进行。清理碎石的活很重，自由活动就好多了，大家打台、给家人写信，轮到的人还能打上几分钟的视频电话。爸爸还说，独立纪念日快到了，想让救援队送些牛排下去，一定是烤的，他强调，因为他们都怀念以往的独立日里和家人一起烤肉庆祝的味道。欢呼声中，希望营地再次迎来了一支大型车队，一家美国的专业钻探公司，
带来了 B 计划。依靠压缩空气，他们的机械将通过每秒20次的动机开凿救生通道。更重要的，开掘的速度将会是 A 计划的2倍。9月7号，第33天，希望营地的大帐篷里热闹非凡。智利国家足球队和乌克兰队的友谊赛即将打响，所有的矿工和他们的家属朋友一起坐到了电视机前。都说足球是超越国界的运动，在这里它也模糊了地上地下700米的距离。菲昆矿工中恰好有一位是前足球运动员，中场休息时他也给出了相当专业的意见。现在比分很公平，乌克兰人踢得比我们好，希望下半场我们也能振作起来。显然乌克兰并没有因为同情而放水，1-2，智利队输了。但这样的一场欢聚，比赛结果显然并不重要。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很快形势急转直下。先是9月8号， B 计划的钻头在地下250米被一个原先没有人知道的用以支撑矿井的铁支架折断。随后9月10号， A 计划中使用的钻探机发生了机械故障，一切救援行动陷入了停顿。救援现场宁静取代了喧嚣，这很快让矿工们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于是他们开始用自己的行为对抗着失望和不安。34岁的佩纳，他每天都会在狭窄的地下来来回回跑上10公里。他说，不停地跑能够提醒自己我还活着。在700米的地上希望营地里，几天前人们还因为希望的不断变大而欢呼雀跃，热烈拥抱，现在这里更多的是沉默垂泪不知所措，除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罗兰德·冈萨雷斯在希望营地里的小小舞台，当然孩子们更愿意叫他小丑萝莉。小丑萝莉并非受困矿工的亲属，他只是圣何塞铜矿的一名普通员工。矿区停产后，他本来不用留下来。矿难发生后，众多矿工的家属拖家带口聚集在这片营地里。原本荒凉的矿区不仅多了五彩的帐篷，还出现了许多小小的身影。在高大危险的各种设备旁，他们穿梭不停，孤独地玩耍。谁呀？谁？我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应该快乐，罗兰德·冈萨雷斯说。于是穿上滑稽的衣服，抹上耀眼的油彩，他把自己变成了小丑萝莉。在干燥灰尘漫天愁云密布的圣何塞铜矿，萝莉的小丑装扮十分显眼。每当孩子们走到他身边，萝莉就开始了表演。他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好在孩子们还算容易对付。滑稽的动作，夸张的表情，甚至只是那个奇怪的红鼻子，都能把他们逗乐。但这几天外表欢乐的小丑萝莉心中也多了焦虑，她经常去救援现场看看。她明白，只有当父亲们被成功营救，孩子们才会真正的快乐起来。就在这种气氛中，42辆巨大卡车合力送来了 C 计划。这是一种面积大过足球场的巨型钻探机械，钻探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前面的2个计划。唯一的问题是，光是把它们组合起来还需要9天的时间。9月13号，33名矿工被困地下39天，经过抢修， A 计划的故障被排除了，但是钻探的速度十分缓慢。 B 计划里折断的钻头依然没有被挖出来。救援队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继续的挖掘钻头，
要么重新找一个地方开凿，从头再来。救援计划究竟走向何方，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这天晚上，所有的矿工家属们都聚集在空地上，他们决定整晚一起祈祷。满营地的烛光里，工程师们也决定为拯救 B 计划做最后一搏。他们要使用一种称为蜘蛛的装置，将这个装置放入钻坑，到钻头断裂的位置再猛力下压，这将让前端的铁片闭合包住钻头。这么做能否成功，谁心里都没有底。 B 计划保住了，即将再次开始。早上，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在地上和地下同时爆发。B 计划钻通了直径40公分的救生通道。9月18号当天，智利独立200周年纪念日，两个升旗仪式在希望营地的地上和地下同时进行。33名矿工尽可能的穿戴整齐，智利国歌声再次在地下700米响起。不管多么渴望再见蓝天白云、鲜花遍野，矿工们明白，要顺利逃生 ，B 计划打通的通道还必须被拓宽到至少70公分。他们还要等待，还要忍耐。C 计划使用的巨型钻探机终于装配好了。第一次整个救援行动的 ABC 3项计划同时进行。井下矿工们也在用尽全力自救，每天他们要清理 B 计划凿下的超过20吨的碎石。在他们之中，阿利尔·迪克纳干得最卖力。几天前，迪克纳的妻子刚刚为他生了一个女儿，这个无法见到女儿第一面的爸爸给小姑娘起名希望。独立日那天，小希望刚刚来过。我想说，因为你们，智利现在是一个更好的国家，更团结，更有力。当然，小希望也有很大的贡献。9月26号，矿难发生后的第52天，全世界第一次看到了智利政府为这次救援行动专门设计的工具——救生舱。它被涂成红、蓝、白3种颜色，这是智利国旗的颜色。这只救生舱被命名为凤凰。经过现场试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真正救援时，每隔40分钟，这只凤凰就能够带领一名矿工浴火重生。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在等待一个突破的到来。这个早晨，营地里起了大雾，但挡住了阳光的水汽却无法阻挡一个消息在营地里的传播。 B 计划离彻底打通救生通道还有3米，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研究表明，矿工的头顶上最后3米的岩层相对脆弱，若再有崩塌，一切非但前功尽弃，更无法挽回。我们一直在和地下的矿工保持通话，他们将随时报告下面的情况。很快，岩层仅剩1米，救援队把钻探速度降到了原来的一半，一寸一寸的接近目标。早上8点，他们终于成功了。现在，持续了2个多月的营救被困矿工的行动，只剩下了最后一个悬念。
在希望营地升起。与此同时，在北京、纽约、巴黎，在客厅、酒吧、办公室，在大大小小的电视机、显示器、街头大屏幕前，超过十亿双眼睛也在盯着同一个画面。矿工的申请顺序已经确定，根据医生们的建议，身体相对健康的矿工将会首先申请，以防不测。佛罗伦齐奥·阿尔瓦雷斯，矿难发生后第一个被确认幸存的那张面孔将最先申请。当阿尔瓦雷斯乘坐的救生舱缓缓升起，他的妻子莫妮卡和七岁的儿子紧张地和智利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一起守在700米之遥的另一端。午夜刚过，救生舱穿出地面，铁门被打开。69天后，佛罗伦齐奥·阿尔瓦雷斯终获自由。在接下来的22个小时里，33名矿工顺利重回子女、妻子、父母的怀抱。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Would you run and never look back? Would you cry if you saw me crying?And would you save my soul tonight? Would you tremble if I touched your lips? Or would you laugh? Oh, please tell me this. Now would you die for the one you love? Hold me in your arms tonight.I can be your hero, baby. I can kiss away the pain. I will stand by you forever. You can take my breath away.小丑萝莉微笑着卸掉了自己的妆，现在是时候回家陪伴自己的儿女了。阿里尔·迪克纳第一次拥抱了女儿希望，马里奥·格麦斯完成了他的承诺，他退休了，带着妻子莱拉回到了自己简陋的小房子，只希望平平安安地共度余生。救援行动总指挥、智利总统皮涅拉赢得了一致赞誉。如今在智利国内，这位原本被很多人认为傲慢保守的前亿万富翁，支持率飙升到了70%。圣何塞铜矿将被关闭，不久的将来，救援现场之上会修建一座国家纪念碑，以展示坚持和希望。用时5小时40分51秒，2010年11月7号，艾莉森·佩纳冲过了纽约国际马拉松的终点线。